BLACKPINK 或将全员续约 YG。 四月采访结果显示，八月末合约即将结束的 BLACKPINK 成员们正向着全员续约的方向坚定决心。据与成员们关系密切的相关人士透露，离合约结束还有四个多月的 BLACKPINK 成员们，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，就会与 YG 娱乐公司续约。